各位觀眾，我今天來到 Lamborghini 的 showroom 就是看這部特別版的 Aventador 的 Ultimate。 喂，為什麼有兩個人在這裡？喂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 Toby？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這個又是 Toby？ 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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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兩個亂入來我的駕駛艙啊。今天我來到灣仔 Lamborghini 的專店呢，就看一部特別版的 Supercar。是注定都是一部經典的車型，我們輪到經典的 V12 大牛，你由昆塔去到 Diablo 去到 Murciélago 都是一些經典的車型。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timeless， 要需要時間的磨練和雕塑才可以變成一個經典。這部車是經過10年的進化去變成的。我們今天見到這一部呢，就是 Aventador 的 Ultimate 版本。 Aventador 車系呢在2011年推出，那10年後的今天呢，2021年呢，他們終於宣布呢，這部車去到最終極的版本，全世界限量600部，那就當中呢350部是硬頂版，250部是 Roadster 開逢版。硬頂版呢就是818,000，開逢版就是888,000。我在這裡宣布一個壞消息給大家，如果你看到我段片很想買的話，真的對不住了，因為這部車的香港配額已經全部售罄。據我所知，第一批就可以在2022年中到交車了。今次來到香港展出就是廠方的樣板車，會逗留香港只是5-6日到就要運回去意大利了。我們看到這部左太版來的，噴了一個很特別的瓦灰色車身，就是一個 option 來的，年稅大概要加400,000。我們看到這部車如果加上所有 option， 包括這個 center lock 的 link， 落地價是900,000左右。我們看到它外觀呢沒有一個很誇張的定風翼擾流咁樣嘅，講咧就話呢架車以一個timeless 嘅概念去設計，令到呢架車個線條咧好簡潔、好襟睇。同 SVJ 唔同咧，就係呢架車個車頭前面咧就有一個 ALA 嗰個主動嘅擾流裝置啦，但係車尾係呢架車係冇嘅，佢係用翻普通 Aventador S 嗰、那個電動的尾翼，不過今次這個尾翼呢就有3段角度可以調校，配合翻佢車底嗰個巨型嗰個 diffuser， 咁就可以有一個更大嘅 downforce， 而又唔需要加一個好大嘅尾翼。同好多特別版嘅林寶堅尼一樣啦，窗側邊呢度咧就有一個係特別版嘅徽章啦。呢一部咧就係001哦，呢個350。其實佢個車廂佈局咧，同 Aventador S 咧係冇乜大好大嘅分別，不過都係多咗好多係 Alcantara 配色啦，咁胎盤都係 Alcantara 啦，有紅色嘅邊啦，咁另外咧佢個座椅側邊咧都係有個 Ultimate 個字喺度啦。以前咧呢個玻璃嘅尾冚咧係要加錢嘅，咁今次呢個 Ultimate 版咧就係一個 standard 嘅 feature 啦。Engine 咧都係呢一台6.5公升自然吸氣 V12 啦。不過今次馬力增加到780匹啊，係相比起 SVJ 仲要多10匹，0-100 2.8秒，咁都係配翻嗰個7速嘅半自動波箱。咁我哋見到 engine bay 呢度咧，佢呢個 suspension 咧都係用一個 push rod 嘅設計。咁2011年咧係就係 Aventador 最先用呢個設計啦。咁講完呢部 Aventador 嘅 Ultimate 版本咧，咁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咧，就係廠方啱啱喺上星期咧喺 Pebble Beach 嗰度就 launch 咗一架復刻版嘅 Countach 啦。咁我問個代理咧，其實 Countach 嘅香港配額咧，亦都係售罄啦。據知全世界112部咧，亦都係賣曬啦，已經。部車嘅税前價咧，大概係$2,640,000啦。咁啊，得左太嘅啫。咁所以香港咧，嗰部 Countach 出唔到牌。咁但係配額都賣曬，可想而知，即係呢啲林寶堅尼嘅限量版咧，係真係非常之搶手，萬一秒鐘都買唔到。